虽然自己没有亲自杀生，但令他杀或者随喜杀也会获得同等的杀生罪。人死之后变成中阴身，随着业力的牵引再度入胎。如果怀孕者人为的堕胎，会断送这个神识再度为人的机会，将引起神识的极度怨恨，所以堕胎也形同杀生。八十呢都有感受的啊，你不要以为婴儿这个胎儿婴儿怎么会知道呢，是吧？有业的哈，它是可以记忆的哈，这个因果啊，它不会像我们人一样有意识才会记忆，它这个里面的因果就是不像我们人想的那么简单。以为这个鱼吃的众生杀了他，他哪里知道吗？他还记得是谁吗？他不是像我们一样的记得啊。他这个在八十田里面都记住了。随喜杀生和堕胎的果报。啊，这个杂宝藏经里面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曾经有一个鬼啊，问这个木建连。我常两肩 有眼，胸有口鼻，常无有头，就没头。啊，这什么因缘？木莲答道，你前世啊常做这个魁快弟子，碰到杀人呢常有欢喜心，用绳子啊系着发髻牵拉。人被杀了呢，就是你在旁边的随喜。啊，一次因缘呢，故要遭受如此的果报。啊，就是这个人前辈子啊，就是那个做那个刽子手的那个孩子啊，就是他父亲是个刽子手，或者是他的弟弟之类的啊，就他的亲人。刽子手杀人的时候，他经常去看，并且很高兴，在边上看得很开心啊，并且还经常拿绳子去绑他那个头发啊，拉着玩啊，绑那个人头。那么呢，这个因缘呢就遭受这个果报，这个还是花报了啊。花报就是像开花一样，这是还没结果呢，花报就是还是一个过程啊，地狱苦报还在后面。又有一个鬼啊问这个木建连，我身体啊常像块肉一样，没有手脚眼耳鼻等，且常为虫咬所食，最苦难的，这什么因缘？木建连答：你前世啊常给人药堕他人胎，所以受此罪报。这是花报，地狱苦报还在后面。啊，先感受这个恶鬼报，啊，叫人堕胎呀，就是这样的果报。晋州有一个小儿。常探这个巢起卵，就是经常爬树啊，破坏这个鸟巢。有一日呢，有人唤他，某处有卵，同我去取。随即牵他到商田。这个小孩子呢，忽见道路左边有一个城市，城中圣歌喧闹，都是绣户花剑。小儿感到奇怪，问道：何时有这个城市？使者喝令不要说话。随后呢引他入城，城门忽然关闭，满城都是热铁碎火啊，小人呢足被火煎烤，难以忍受，嚎哭奔走。来到南门呢，南门就也关闭了，东门闭，西北二门也都关闭。是有这个时候在采桑的人见小人在田中哭嚎奔跑，以为狂病发作，回来告诉其父。他的父亲呢呼叫这个儿子，而应声倒地。这个时候城火都已不见，再看其足窒息一下都已焦烂如泥，焦烂了，烤成那个炭一样的了。之后膝下变成枯骨了。这个也是哈，就是现世报了。这个就是啊，因为他喜欢去常常去掏鸟窝鸟巢，把这个卵呢给它吃掉，所以说
这个吃蛋呢也是不好的，这个卖蛋的人呢也是感到的果报也是很不好啊。知道这些果报呢，众生都会害怕的，但是都劝的人都不相信，这就最可怜的就是不相信啊，不懂。小儿由于杀业所感，现前了死者、尘世、热铁、碎火等种种业境啊，这都是现前的地狱报了。又有杀生的业力，需要持续感受热铁烙烛的这个苦痛。业报没有消尽之前，他无由走出这自心所现的冤业尘啊，他现实就当时就掉到地狱里去了哈。无法摆脱恶业所生的烦恼火，可知一切的地狱都是当人自心所造，自业所显啊！但是这个苦是真的呀，这可不是假的。这个受的苦啊，当然都是自心所造了，因为我们一切苦是从心上受，是吧？受蕴啊，也是心法。陆行论云：有情欲兵器，何人故意造？谁知烧铁地女众从何处？啊，佛说彼一切皆由恶心造，是故三界中恐怖莫甚心呢。啊，所以地狱不远，只在目前。一念杀心起，相续中即播下了地狱的种子。刀山剑术油锅啊。铁货啊，一一齐备备齐，时候一到，必定完全显现，无法逃出。我们可以想象哈，一个杀生的人呢，他看到其他的生命在这个死亡的恐惧下哈，他能够杀得下手，这样的人呢，心是非常的这个狠的哈，特别是人杀人啊，那更狠。所以说这个喜欢当兵喜欢打仗的人呢、啊、哦，这种人都是过去的是等流息期啊，以杀人为乐，哦，这种人就很可怕呀。到时候这种业报现前的时候，佛菩萨都是没办法呀，救都救不了啊。不看世界历史吧，就看中国历史啊，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很多的天灾人祸，这还有这个刀兵劫都会有。没有办法改变，不管你的政治制度有多好，没用。到了一定的时候，这果报就得现前，冰刀劫就现前了啊！还有其他的横祸呀、灾难的哈、天灾人祸来了，这都是杀业所致。宋徽宗的时候呢，这个寇兵入侵，所到之处烧杀啊、掳掠。当时呢，这个安阳镇被获忧惨。就是屠城了，这样啊。后有一生能在定中勘察敏事，那这个出家人呢，那这个有神通啊。众人访生叩问战事的因缘，生啊入定查知详情，乃说此乡所造的杀业残于他处，所以受报也比他处要。惨重，但怨报还未了尽，战事仍有，众等尚不得安息啊。然后连年兵火，此乡人民屡遭杀戮，果无余是啊，遗余就是基本上都被杀光了，杀业重，这群人哈、啊、都是。对杀生都没有什么感觉的，那非常残忍的。这种人到时候啊，死的时候都是啊，也都是这样被杀的。战争啊，有你要是有神通的人看一看就知道，不要怪别人了、啊，自己的杀业呀 啊，人家是来报仇的啊。人类是很愚痴哈、啊，不懂因果，真的很可怜的。啊，慈寿禅师偈云：世上多杀生，虽有刀兵劫。
复命结鲁身，欠财焚鲁宅，离散鲁妻子，沉破他巢穴，报应名相当。希尔听佛言啊，佛有大智慧啊，大神通，可以看得到。人类的战争即使源于往昔的杀业，由于当时贪嗔烦恼的发动，迅速成熟的惨报。当战乱之时，空中飞机轰鸣，地面枪炮隆隆，国破家亡，妻离子散，人民流离失所，一闻枪声个个胆落魄飞，警报鸣响纷纷逃入防空洞，这样终日恐惧，没有片刻的安宁。我们在影视小说中啊，看到人民如此饱尝战争苦难的时候呢，可曾反省过大战争中大到杀生亡家，小到刹那间的恐怖，无不都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啊，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，就是啊，当动物被抓到的时候呢，他们内心多么的恐惧绝望，而被宰割分解时又是何等的痛苦凄惨啊！如是的这个残害杀伤众生，其恶业如以战争的方式来承受果报的事，当然会就会显现战火之中，以动物受苦情形相当的血腥场面啊，现在的人呢，就是啊，有医疗啊，好像可以这个延寿，是吧？所以说现在的人口也多，虽然没好像是躲得一死，但是呢，终究是躲不过去的，到时候肯定有报应的。我们尽量要去劝杀。我们说放生呢，现在放生也没有太大的作用。现在你放完了，就被人家还是被人家捞去杀了，被人家抓去杀了，是吧？不像古代的时候，你放了生就是放了生，放了生人就不杀。现在你放了，这边放了还没有放了，就被人家捞走了，被人家抓走了。人头太多，你看这个全世界到处都是人啊！我小时候看到到处都有蜻蜓，现在都看不到蜻蜓了。啊，小时候我们喜欢田野里玩一玩哈，看到蜻蜓很多，现在啊看不见了，全部都被那个农药杀光了。益虫啊，前面也是这样啊，益虫都被农药杀光了。这个有益的这些啊，这些动物，田野里的动物都很少了。人都把这个世界都破坏的，就是啊，就剩下农药了啊，农药再加上这些吃的动植物啊，这个果报到时候是非常惨烈的。积累的这个恶业啊，积累的这个杀业太多了。几千年来啊，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人类这样是杀业这么重过啊，现在都是用机器杀啊，所以说这个果报想都可以想得到了啊，我都不啊没办法说了啊，我们只讲因果啊，这个果报可想而知了，就是啊，我们现在呢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自己好好修行，尽量的去劝那些有善根的人能回头。啊，有善根的人可以劝的，啊，就像刚才那个武官一样的，啊，看到禅师想杀他，但是呢，那个禅师一跟他一讲，哎，他就觉醒过来了，是吧？身边还是人，还是可以救的。哎，就我们就好好的去传播这个因果，讲三世因果的道理啊，要讲啊，啊，现在用科学手段来证明三世因果的存在。科学发展到今天呢，西方人呢已经开始啊，慢慢的接受这个三世因果的观念了。现在是就是缺少这种宣传，当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三世因果的时候，很多人的那个啊不杀生。我们现在只要多做这样的事情，不是劝人家光放生，现在放生你也放不过来啊，人太多，到处是人了。你看走在大街上，除了人还有什么动物吗？你还能看到什么动物？
只能到那个养鸡场、养鸭场是吧？养牛场去看，能看得到动物，因为那些动物都准备拿来给我们吃的。养鱼场，对吧？这剩下的全是人呢，啊，人挤人呢，啊，挤满了人。现在呢，这些人呢，就是说，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有善根的，是可以救得了的。我们现在就救这些人，有些人是救不了的。你跟他讲不杀生，他会，他不可能，你劝不了，他没有善根呢。你跟他讲因果，他永远都不会相信的，啊。所以我们现在能救的，就尽快去救这些人啊，救这些人。我们把这个正法因果要传，好好的传播，能够救这些，有善根的人。这个也就是大善了啊。让大家来，少杀一些生，让大家一起来弘扬这个因果啊，还是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还是可以得救的啊，有善根的人还是有啊，至少有一半吧，只不过他们还没有遇到正法，这还是不相信，得遇到这个讲道理讲得清楚的，他还是会相信的，还是会转化的。所以我们呢也不要太执着啊，我们尽力而为了。我们说实话，我们也不是什么是吧成佛了，我们也是一个普通的修行人，还是一个凡夫啊。我们只能把身边有缘的人尽力的就可以了，不要执着，执着也没用。这有些众生他是就是要去受苦的，他不受苦他是不会回头的。佛菩萨就是让他们受苦去了，受完了苦呢，然后再跟他讲因果，他才会信的。现在你跟他讲因果，他觉得我活得挺好的，是吧？肉好吃得很，是吧？享受人生，哎，多好啊！凭什么呀？我看我在外面吃素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和尚不吃肉，哎呀，那就白活了。”他说：“啊，就这样说。”啊，这上个月我还碰到这样的人跟我说：“你这个肉都不吃，你这活的啥意思啊？是吧？”就这样子说。众生的很可怜啊，他不知道到时候他很悲惨了、啊。这个跟我说这个话的人，他就是曾经就得过癌症，肚子都被人家剖开了，把肠子都截了好几段了，他还是跟我是讲他曾经的这样的历史啊，他差点死了，当时整个肚子都烂了，烂完了，但是他还是命好，运气好、啊，但是现代医学了，否则的话他早就死了。你看，但是很可惜，救这样的人还不如不救。花了很多钱把他救过来，把他的肠子全部都换掉，但是呢他好了以后接着吃，接着造业。你说这样的人，你说活着干什么，救他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我们经常说救众生救人是吧，但有些人这个极恶的人，你救完他以后他还杀你，杀更多的众生，那你说救他有意义吗？你不是害他吗？啊，本来他死了以后还可以去受点苦，还少受点罪，那这样的话他以后在地狱里待的时间更长，那你不是害他吗？啊，我们呢要深信因果了啊，然后来帮助众生啊，劝他们相信三世因果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